一万现金啦！你先帮我抄封走，出来五千万，阮会予你卖替你顺便车，绝对袂为难你啊！袂用的，要买一个现金，真金拢袂用的囝。无安尼，我过来问阿小白，啊无上紧嘛一点钟啊！啊阿红姨，讲一点钟的时间，阮会上底的时间来。袂用的，半小时就是半小时。 那无就卖乖乖手下无情。喂，啊！努力我赢你啊！我等你红，我来这里认真嘛。搁再废话，我就连一分钟拢袂予你。哦，志成，你想办法拖延时间，我紧来总辞啊。奇怪，房间内面哪有风的声？ 喂，有甚讲你来开门？你是用查某甲我试训，确定讲伊平安无代志？啊那无，你变笑想摕到钱啊？袂用呢，办想要变鬼变怪，除非你莫认真话咧。总讲唔对，我看咱直接。明子啊，啊咱若是安尼冲进去，万一若真无拄好，受伤，会是阿红呢？我怀疑啊，对方根本唔是要自己啊，伊是咧拖时间尔。小红甲查某试训啊！ 阿红，你冤枉我！李慧琪，哎呀，这前面女人的诡计，神通几时？大哥，上前见，来请阿姨。好，你赶紧看这电话，呀呀。这个。 我哪会当救你啊？吼！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就算说你爱我死，嘛爱互我死到明明白白，互我知影你到底是啥人。你要对付我，走你来，莫去牵拖了阮后生。这么简单就互你死啊？安尼，你明明想过好过啊？我要当你的面头前，接我你的后生。 互你痛苦较死，安尼才会当化解我心态的怨恨。你看你的细汉后生，走头一个要来互我认定啊！小强，你莫管我！莫唔敢啦，这是你欠我的。你给我骂半句。 我变死，嘛不要你，我骂两招。你的后生这么友好，看我也好好，我更加想要找人出气。你要杀人，杀我就好了，你要杀我吗？我唔准你伤害小强。阿兰，你唔敢吗？那你我更加无可能放你耍。没事。小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